骑车，就是要它是一条村嘛，然后但是它是村庄的一条小路，然后旁边是洱海，然后你要沿着这个村子骑到那个大路上去呢，它是有一段距离的，这一段是不能，本来说的不能过摩托车，但是还是有挺多摩托车的，我们是租的那个自行车，然后刚刚是那个虾虾载我过来，我没有骑，是他们载我，JK Long， 对，是因为 JK 女小女孩载我过来，对，我坐在她后座，感觉挺浪漫的，骑得很稳，什么 Allen 就像帮幼儿园小朋友拍照一样，一直在夸，他得夸呀，情绪价值大吧，他不是说哎呀姐丑丑丑丑，一直说丑，我这脸能开心的起来，因为是每一张都很好看，发自内心的说很好看，你也把灯开着，因为这现在真的有点黑，说实话，我们待会儿能骑动机会去吗？就两个呀，但是其实天已经黑了，这是不是？天已经，你看这个摩托车。还有音响，好神奇，好厉害！那不是我的呀，不是我们的车呢？我们车不会被偷了吧？但是我的号码认不是你的。不是我们的车呢？他们干嘛去了？给了两把钥匙呀，这有一把。咋的了？这是？还有一把钥匙。那把我的车骑走了。谁把你的车骑走了？你别把车骑走。干嘛把车骑走？我们要骑车回去。别拿我！哦，这是这是我的，这是你们的车。啊，好好，我们还有车呢，还有车呢。那是我们还有车。两个人，今天我们先骑这个。我们有谁不能骑人？这个能骑，这是这能骑人是吧？行，谁骑这个？谁让你们骑这个？那谁来载我？谁载我？这个能载。那我这里。我要被载。要披肩吗 ？JK 在这儿，今天 JK 要要好冷。啊！哎呀，冷啊！不要冷啊！哎呦，我就阴凉啊。帮我弄好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不载人的吗？这个可以在，可以吗？对，虾虾可以。谁来给我打灯？哪个？你在前面坐，在后座给我打灯。这都乖了。算了，这个不打光了。我这骑出去好像没有办法。骑车好像没有办法直播了，因为太黑了。我手机前置摄像头很黑的，不打光的。我自己打光啊，自己拿着。啊，这么厉害？我自己这样拿着。你看我如果不打光，你看。不打光就是这个样子，黑很黑的，必须得打。正好天黑了，哎，不好打吧？不好打，哎呦哎呦，我都看不见，抓不住。我先坐上来了哈，我看一下怎么打。坐呀，不是不是，他们坐那边。没事，你们坐一下，给他们。你沿着这个，我已经坐上 JK 龙的。要不要打？然后给我妈打。不是，你把这俩灯撤了就好了。我来打。你把撤一下，撤一下，我看看。撤了就好了。太黑了。不是有那个吗？那个袋子里面有那个。撤了有点黑，是吗？你们觉得黑吗？有点黑。亮，亮。不来，只能打背后。算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别打了，有这个，有别打了，关这个，有一个小洞，哦，有这个呀，我们有小洞，就是够了，哎呀，可以，够了，夹着，就是在这搞上一个个，再亮一点，你我看一下啊，就太亮了，不好看，夹一下，让它夹一下，看你在憋的夹，哎，完美，这边经常见，这个下面一个。没有白呢。OK， 小推车呢？这边，黑色他们应该。OK， 哎呦，我手好累。有没有？稍微慢点啊。不是，有没有自拍杆啊？有。我手好累啊，举得我好累啊。因为上次不是那个铁男号玩体感吗？这玩的我手腰酸背痛的，昨天开始腰酸背痛，好累。锻炼着了。锻炼着啊，怪不得这儿还挂了个手机呢。好酸啊，我的手。你要把掰下去，我掰了，掰下去扯。对，自拍杆在哪儿？不知道。OK。好的。